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，社会变化日新月异，各行各业在改革创新的时代浪潮下，建筑业迎来新的时代机遇。随着 BIM 等数字信息化技术的发展，建筑信息管理将开启建筑业的新里程。国内建筑结构第一高楼天津117大厦，597米的空前气度，华盖全城，代言城市新高度。我们用全新的 BIM 总承包管理模式，精彩演绎华夏之巅，传世经典新内涵，铸就世纪工程，不留遗憾，精品工程。作为中建三局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EPC 总承包管理项目，秉持提升计划管理、设计管理、合约管理、招标采购管理、公共资源管理五大核心业务能力。因此，项目不仅在深化设计、虚拟建造、三维算量、施工协调等方面深化了 BIM 专业应用，更将 BIM 技术与项目总承包管理相结合，基于国际 IFC 数据标准，实现设计管理和施工管理全过程信息传递及共享，全面掌控施工各阶段信息，打造设计、施工、资源、商务等一体化的 BIM 总承包管理体系。一、进度计划管理。针对本工程计划管理中分包专业多、协调交接工作量大的特点，我们自行开发插件，将 Project Server 与 BIM 平台数据打通，通过 Project Server 进行计划的编制及流程的审核，通过 BIM 平台进行实际进度的管理，实现计划与实际的对比，关键节点偏差数据的自动分析和深度追踪，工作任务的提醒和预警，工作面的交接，工况回顾及动态展示等管理功能。项目管理层可利用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对现场施工情况进行远程监控，直观地检查进度偏差。二、深化设计管理。本工程专业设计复杂，为了更全面协调各专业的深化设计工作，我们建立多专业 BIM 三维数据模型，对土建、钢结构、机电设备、幕墙、装饰进行综合碰撞检测，并定期组织各专业深化设计会议，讨论 BIM 模型碰撞检查问题，提供参考解决方案，会后出具碰撞检查报告，避免了各种设计碰撞900余处，真正实现了施工过程中的零碰撞，节约成本上千万元。同时，通过在 BIM 平台上建立图档资料库，将各专业图档及过程信息集中管理，保证了图纸的标准化和及时性。机电和钢结构专业通过 BIM 深化模型提取材料清单及零件尺寸，并按照装配图将构件分类别和空间位置进行编码，进行构件的预制和现场安装。对复杂构件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精确扫描，与 BIM 模型数据比对，进行虚拟预拼装，确保现场安装的顺利进行。三、商务合约管理。我们通过开发 Revit 插件，将设计模型转换成广联达 GCL 算量模型，利用该功能实现了将 Revit 深化设计模型直接套用总分包合同进行算量，避免二次建模，工程效率成倍提高。通过 BIM 平台提供的参考工程量，辅助完成报量结算工作，并实现了对合约规划、合同登记台账、合同完成情况跟踪、合同条款风险预警等方面的管理，极大提高了项目的合约管理水平。四、招标采购管理。
在 BIM 平台中，我们将施工流程、技术间歇、功效参数等信息录入到模型中，可快速获取资源需求信息，便于提前组织招标、定标、材料报审、设备采购等各项工作安排，并可实现计划值与实际值的对比，动态计算任意时间段工程量的消耗，以便于成本的管控。同时，我们应用二维码技术，将虚拟的 BIM 模型与实际构建相关联，实现对物料的身份识别和跟踪。五、公共资源管理。一、总平面管理。由于现场施工范围大，环境复杂，采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现场总平面可视化管理，建立所有分区及大型设备的三维模型，对施工平面组织、材料堆场、现场临时建筑及运输通道进行模拟，对建筑机械等安排进行调整，从而校验施工现场场坪布置图，提出修改意见。二、垂直运输管理。为高效运用超高层建筑施工的生命线、塔吊和施工电梯，将其吊重、运力等性能参数录入到 BIM 模型中，根据工程进度进行垂直运输需求分析和安全性分析，合理安排各专业材料运输时间，确保材料及时运至作业面的同时，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效率。六、质量安全管理。我们从深化图纸环节开始，就把图纸质量作为对质量监控的源头，继而开展后续的现场施工指导工作。通过比对模型监督现场施工情况，确保施工班组做到按图施工、保质保量，并通过施工过程动态模拟验证和优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，提高对工程质量安全的可控性管理。同时，通过 iPad 等移动端设备进行数据采集，将质量安全问题反馈到 BIM 平台模型上，指定责任人进行跟踪和反馈，为项目上质量安全工作开展提供帮助。我们通过 3D 视图清楚识别电梯井、楼梯井和临边等多个坠落风险，及时提醒防护栏杆的进场与安装，并对工人进行直观的三维模拟安全交底，帮助快速识别危险源。机遇创造价值，创新成就未来。我们将继续发扬中建三局敢为天下先、永远争第一的企业精神，推动核心业务的信息化管理，铸就117项目在 BIM 领域的行业坐标，开启 BIM 技术应用新纪元。